接下来的部分，我们请绿党来进行申论。大家好，我是绿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邓慧文。首先，我要跟各位报告，绿党的绿不是蓝绿之争的绿，也不属于民进党。台湾绿党是一个国际性的进步政党，我们和全球77个国家、81个政党同为全球绿党联盟的正式成员。我们一起推动的是人权、环保、多元价值、民主和和平，这些价值对现在的台湾特别的重要。我们认为，台湾现在的问题表面上是各种诉求的差异，但真正的关键是因为面对这些多元差异的时候，我们出现的排除、多于理解。所以有太多善良、努力、非常有潜力的台湾人，因为这些社会跟文化的脱落、失序，承受着不合理的痛苦，没有办法自我实现。绿党认为，政治不应该属于争权夺利的人。绿党应该属于所有的人民，所以我们不要选出一个品牌，我们不要在意谁来领导，我们要的是反映每一个人的生活问题，抚慰不安，促进理解跟合作。所以我们的核心理念第一是多元价值，我们认为台湾这方面还需要努力。我们捍卫平权，反对任何针对性别、同志族群的歧视，甚至我们要推动到生育的平权，所有的单身者连同志伴侣都要让他有使用人工医疗的权利，人工生殖医疗的权利。我们相信永续智慧，倡议环保、反核、绿能，我们绝不牺牲下一代的空间。我们坚持的是公平正义，在打破各种利益垄断、各种霸权的时候，绿党是没有特权、政客与财团的包袱。我们相信，我们是对人、对土地都有珍惜心的平凡人的政党。所以，如果您能够相信您自己的一票可以改变台湾的未来，请您看看，除了在政党的争夺之外，有没有一个党注重的是您切身的生活？谢谢。